小月和亲友逼婚心切，脸书进程向心不测。粉丝也收到一封信，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前几天看了你的照片，我想。”他说：“就是你阿姨给了我看你的照片，你至少要经过我同意吧？就是让我先看那个人的照片，再给他看。对，因为他这样到粉丝页来，然后跟我聊天什么的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要以回粉丝的心态，还是交朋友的心态。而且看照片好不准，完全不准。以前有个成语叫自欺欺人。”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朝。